如果你是真正需要钱，你就在这儿排队；如果不是，我建议大家你扭翻身带头啊回家。这个我这么大场合说话是负责任的啊，你们可以录音，可以录像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改制是为了大家的资金更有保障，为了我们阳泉的金融事业更好啊。商行总体运行还是不错的，不要停摇信摇啊。哎，我们黄市长来了，好吧。平顶的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储户，我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阳泉市政府副市长，受四位市政府的委托呀，我知道大家今天都好多储户都聚集在这儿了啊，受四位市政府委托，我来给大家做一些解释。第一个啊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阳泉商行的情况。阳泉商行是由市政府、阳煤集团啊等有关单位共同发起的，我们阳泉市地方性金融机构。这句话呢，大家可能听不懂。简单说，这个机构、这个银行是咱们阳泉市地方的银行，阳泉市政府作为它的股东、这些管理者。这个银行是从政府的银行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。哎呀，稍等一下。